Hello， 美丽的小姐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《猪猪侠》的主题曲，只需要四个和弦哦，赶快跟激光一起学起来吧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的这首《猪猪侠》的主题曲，左手一共用到了四个和弦，右手用到了一种节奏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右手的节奏型部分。右手节奏型，我们用到的是一个带切音的节奏型，下切上，空上切上。好，第一拍我们是一个四分音符的下扫。第二拍是二八均分的一个下上，但是我们注意前半拍的下我们变成切，切也就是在你食指指尖下扫的同时，用你的手掌余际部分去靠弦，达到一个指音的效果，一定要同时。好，第二拍就是切上。好，第三拍也是一个二八均分的下上，不过前半拍的下我们空出来，不扫到琴弦，做一个下扫的动作，那么就是空上。最后一拍和第二拍一样，是一个切上。好，整个节奏型连在一起，下切上，空上切上。好，我们再看到左手和弦部分，第一个和弦 G 和弦，第二个和弦 A 和弦，第三个和弦 D 和弦，最后一个和弦 C 和弦。好，我们把节奏型带入到和弦，每个和弦我们弹一遍节奏型。 G 和弦 A D我们看到歌曲部分，和弦下方对应字，字和和弦同时边弹边唱，我们每个和弦弹一遍节奏型。好，比如第一句 G 和弦对应聪字，那么我们低下下扫的时候同时唱聪字，聪明勇敢，然后还是 G 和弦，有力气我真的，换到 A 和弦，羡慕我自 A 和弦 G。后面每一句都是一样的，对应弹唱。注意到那句里面是生命的真谛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只弹半个节奏型， C 和弦半个节奏型， D 半个节奏型，然后 G 正常的弹。好，连在一起，里面是生命的真谛。好，我们整首歌来示范一下。从